志工风尘仆仆，从新竹将八台爱心电脑送到南投仁爱春阳部落，没有休息，直接安装测试。因为运送辅具牵起缘分，新竹慈济志工得知部落孩子缺电脑，于是将回收电脑维修重整送过来。视讯上课啦，或是 YouTube 听音乐，哦，有时候看，那有时候有些视讯的影片，或是哦，都可以很顺畅。三人志工团队是电脑高手，在他们手中，许多回收电脑获得重生。坐落去，一时啊，就一点钟、两点钟，哇，一波哦。有当时啊，阮三个真正讲的，做甲吼，拢唔知影食到。再生电脑那些哈，你维修好，我有办法把你推销出去。这也是我一个热点啦。有了这八台电脑，部落孩子学习更有效率。透过图片或影片的方式，或只用电脑方式，可能会去驱动孩子的学习动机。爱心二手电脑充实偏乡教育，环保兼具爱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秋菊、施金瑜、叶静红，南投报道。